老板，你给我拿这么多东西，我一个人哪里吃得完嘛？一个人？对啊，我一个人住啊。一个人平时工作压力大，要懂得释放一下。哎，老板，我酒量很差的。酒量不好？对啊。酒量不好就要多练习嘛。我女朋友过两天来找我的，还好她酒量不错。女朋友？对啊，我交往八年的女朋友。工作做完了吗？啊，老板，可是今天星期天啊！怎么破老板？第一天上班就要我八点来开会，哇！我真的我不干了，我受不了。你刚说什么？没有啊，我说我最喜欢开会的，不开会的公司不是一个好公司。你别笑嘛！跟我左手啊，老板，你干嘛？你看我最近胖了吗？你胖没胖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老板，你最瘦，你比闪电还要瘦。你不应该说胖没胖，只有爆了才知道吗？难怪你一直单身。哎呦我的妈！单身不挺好的吗？跟我左手啊，老板，你干嘛？你看我最近胖了吗？你胖没胖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老板，你最瘦，你比闪电还要瘦。你不应该说胖没胖，只有爆了才知道吗？难怪你一直单身。哎呦我的妈！单身不挺好的吗？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公司的这帮女员工到底有多渣。小妞，哎，来说一下你昨天晚上对我说的话。姐不是渣，只是想给每个弟弟一个家。Miki， 听说你是渣女哦。我不是渣女，我只是忘记说分手而已啦。来，恰恰，把你昨天晚上发给那个男生说的那句话再说一遍。姐姐说爱你，但是没说只爱你一个。小雪，如果你喜欢的一个男生他有女朋友，你会跟他说什么？宝贝，你女朋友好像不太喜欢我，要不你把他删了吧。因为后羿沉迷吃鸡，嫦娥忙着看肖战和李现，看着废寝忘食，所以中秋节假日我们临时取消，大家正常上班。啊，老板，可是我刚买了回家的机票哎。作为补偿，我请你喝咖啡啊。那就这样子，老板，中秋月饼都没有，还咖啡？咖啡有什么好的吗？哎，老板，中秋我先请一下假。你知道吗？中秋节那天，嫦娥会帮人实现一个愿望。那什么愿望啊，老板？但前提是要一个人亲亲，你相信吗？我相信啊。可是我不相信。要不我们试一下？靠近一点点，就让你牵手。假如你和老板身份互换。哎，你给我站住先。怎么了？上班朋友打卡了吗？你记住，我现在才是老板，我说了算，我跟你是身份互换，过来给我打卡。哎，先给我三个加再打呗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子嘛！哇，不情不愿的，不用打了，不用打了，扣工资一千啊！滚！哎，你等一下，你要去哪里？下班了。你工作做完了没有就下班哈？赶紧帮我把这份方案给做，赶紧的。老是毛毛蹭蹭的这些女人。哎，我八点有个饭局，算，你别做，你陪我去吃饭吧。可是还没有做完呢。我是老板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只需要五条件，服从我，走。这个女员工怎么不机灵的？哇，下次叫我开了她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老板，老板怎么睡着了？让我看看你手机有什么秘密没有？哟，看你手机还要亲我，我就看看你怎么地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带大家来玩一个小游戏，走。阿杜，你站起来。啊好。你猜一下，你这个动作叫什么？啊？人参吗？是枸杞。老板要换。阿强，问你一下，一个土一个贝，这个字念什么？八。哎。老板，你肉皮了。彭于晏，哎，老板，管车的叫车夫，管马的叫马夫，那管账的叫什么？叫账夫。哎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领证啊？
小潘，从前有一座山，它山名字叫卧之山，山里有个人叫做卧之人，那他手里面有一只拐子。卧之拐？不对，卧之杖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